求你看见我心愿，我要看见你，是的主耶稣，我要看见你，阿门。求你看见我心愿，主，求你看见我心愿，我要看见你，我要看见。我们再次说主啊，求你开启我的心眼，求你开启我心眼，主，求你开启我心眼，我要看见你，我要看见。是的，求你开启，求你开启我心眼，主，求你开启我心眼，我要看见。也许我要看见你，要看见你被高举，彰显在你荣耀光中，浇灌了你的爱，我们称神赞神赞神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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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看见。是的，求你开启。主啊，来帮助我们吧！求你开启我心眼，使我开启心眼。求你开启我心眼，我要看见你，阿门，耶稣，我要看见你。求你开启我心眼，主，求你开启我心眼，我要看见你，我要看见。是的，神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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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看见。是的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，我的主，神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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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看见。感谢神，我们基隆众教会可以在这样的时间这个地点，我们看到有大概有百位的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他们要进这个受洗的礼。我们看到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他从水起来，天就为他开了，天就为他打开了，阿们。神的灵仿佛鸽子临到他的身上，然后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阿们。今天在主里面一同受洗的人，天上的门要为他们打开，阿们。神的荣耀临到他们身上，哈利路亚，圣灵要与他们同在，引导他们，教导他们过得胜的生活，阿们。
切荣耀归给他。哈利路亚。荣耀归给他，由我全人来宣扬。